骨肉瘤是孩子是恶性肿瘤，当然成人也有，只是儿童相对多见。它的这个发病高峰一般就是相对比例比较大的，就是10岁到20岁，10来岁的孩子，甚至更小的也有。这个治疗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完善吧。首先要穿刺或者是切开，要必取活检来明确，取病理来明确。咱们现在一般呢都是穿刺活检。然后通过病理明确病变以后呢，它也有高分化的、低分化的，也有不同的这个恶性度。这样呢，如果明确以后呢，咱们一般是要先化疗。化疗几个疗程以后，如果条件允许，尽可能能做保植手术呢，就可以通过保植手术，然后手术后呢再做一段的化疗，然后再复查看。当然，有些个别的确实就诊比较晚，或者是病变进展比较严重，或者孩子或者病人的这个一般情况比较差，耐受不了手术的话，这就是保植手术的话，那仍然有可能要做截肢的。